九诵金刚经歌颂者，乃梁朝护大寺所作，大寺得版即唱金歌。四十九诵乃弥勒菩萨风声，后有一致者补入五首，今更有五十四诵。此诵文以唯识学为主，人和老天台华严中观禅宗，说明声闻与菩萨道的异同，发挥金刚经的义理，阐扬成佛之道。南无当代当代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代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一说三界尊，十方无量佛，无尽法宏愿，持持金刚经，上报是从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第三十七颂：众生欲因皆明，别提非数。了知心是幻，迷清见有余，真言言不妄，是语语非空，是中无边意，心相本来如。众生与无印十八界名义虽不同，都是依着身体为缘而有，若真实了知心事的运作，心网与心手如梦幻般配合，能取所取时，习气引发迷惑情止，正界之见缘起性空，时运的出生背后虚有不变的事体，真话不虚假，实语告知他始终无变异，真如性相本然如如。第三十八颂：真空变为实，知我乃成虚，非空亦非有，谁有复谁无，对变应是要，无病要反去，虚一离而空离，因托如无余。正空性真如心就是真实，执着我见情止就是虚妄，真心中道心非空非有，不落两边，只有执无都是障碍，有病应施药，无病药是毒，生空真如对治烦恼障，法空真如对治所知障，依着二空真理能灭除二障无明，脱颖而出，不余下任何障碍，就能如佛一般证入是涅槃。第三十九颂：众生既说者，云上加虚名，如鬼毛不是，师徒教无心，色身欲往事，是名为迷情，相论复彼之，不计手持经。
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只是依着五蕴身而假立的名字，如龟毛、兔角，本不存在，都是依着虚妄想而有。舍身家性命布施，是意识妄想迷情，所得的人天福报也是无量的。可是比较福报与智慧，受持佛经四句，智慧福德都更为殊胜，第四十颂：所作依他心修成功德林，总无取机因，唯有集群心，心悲悲广大，用智智能生利他，见智力小圣举能人。大圣菩萨依此经真如无漏无为法所作事业，行依他起性无漏有为法修成功德林，全部都无去入涅槃意愿，唯有嫉妒众生的慈悲心。菩萨行悲心广大，把苦给乐，运用般若智慧时，智慧生性，是利他也自利的，小圣阿罗汉们是不能胜任的。第四十一颂：先生有宝藏，今日受此经，长辈人亲见，转中复转亲，若了一他妻，能出遍寂情，常以般若观，何力不愿称。前世造作恶业，理当报应，罪障深重。今世受持此经，却被他人所轻贱，这是罪障由重转轻。先世罪业则为消灭，当得菩提。若能明了无因身心是依他起性，是无漏有为法，发起正见，能灭遍计子的我见情执，常能依着般若智慧观照，就能相应圆成实性。第四十二颂：空身从轻闻，无心为之别，欲发菩提者，当了现前因，心悲一时妄，用智最严正，度生劝离我，正离己无人。须菩提再一次向佛请问：无心无我是为了自己还是别人？佛说：想要具悟真如发菩提心者，当要明了自己现前的业因，当发究竟无我降服自己的心。若悲心情重，疑是虚妄，当要悲智双运，理智判断最真实。因为度化众生，全且假立有个人我，证悟真理后，转依真如，是究竟无我的。第四十三颂：真与法相待，偶相本来如，法空人是妄，人空法已去，人法两俱是，所即可非虚，一切皆如幻，谁言得有误。人与法是相互对待，互生互有，此二相是障事假借，根尘因缘而有，但仍法住法位，本来如如。依着唯是空性来说，人是妄有，依着人空可可来说，法也去除，人相法相都是真实，所以受记当然不是虚假。但一切法如梦如幻，说有说无，得看立场角度。第四十四颂：天眼同非爱，如眼爱非同，
法言为观书，慧眼直圆空。佛言如前日，早已替还童。圆明法界内，无处不含容。天人有天眼，看天人以下的世界无慈爱；众生有作眼，看界限内物相，界限外有障碍。罗汉有法眼，为观因缘熟地，缘起性空。菩萨有慧眼，直观法性真谛，空性真理。佛眼智光如千日般光明，虽然五眼观照能力不同，但都是如来藏妙功德性，唯有佛能圆明法界，无一处不含容。第四十五颂：以他一念起，俱为王所行，遍分六十二九百乱纵横。我去灭无灭，当来生不生，常能作此观，真妄坦然平。依着五蕴生，众缘和合，才让意识心一念升起。但习气扰浊心，虚妄颠倒心动，细分辨出生有六十二种外道见。一念有九十刹那，一刹那又细分有九百生灭流住。过去已灭的业种已存入藏世中，所以也无灭。当来的业种将成为果报体，当生还未生。八识的运作常能如此观察，真妄和合就坦然明白。第四十六颂：我是随心好想，分三十二，因无万般心，理中非一因。人法两俱牵，所现其一起，所以真菩提，是有主相力。佛如来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行好，是随众生而应化万般形象。离体来说，仍是非一非一，色空一理。菩萨明心要证得二空真如，烦恼障与所诸障，人法渐渐浅离。色蕴世蕴的执取也要次第舍弃，所以佛菩萨能证得无上菩提，圆满三生四智，实在是因为诸相都能远离。第四十七颂：水如同真迹，非形体一如，法中无彼此，理上其情书，知他分别间，空下之清楚，了是平等心，现公主无余。陆海空的物种生命都有如金刚性的本寂真如心体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各个独立为我独尊。真实理地没有能远与所缘，法性无分别，无自他分别感受，真如也没有高下分别情执，自性清净心，人人本有平等。修行是灭除自心杂染无余，同入成佛涅槃。第四十八颂：虽报如沙数，未曾有落英，不如无我观，了妄乃明真。欲真无生人，又加利贪嗔，人法知无我，逍遥处六尘。布施七宝如恒河沙数，得人天福报是有落叶善福，不如学习真实的无我观，了结希望才是证得真实。想要证得升空真如二圣无生人，
要先远离我见我执淡泊贪嗔痴，进而参禅明见本心，证得法空无生智，圆空法空二种无我，才能不受六尘掌握。第四十九颂：涅槃含思得为我起正常，其名八字在为我最灵章，非色非声香，心是其能量，看似不可见，无力即心脏。佛陀证得四种涅槃，具足涅槃四德，常乐我净，无漏有为法，圆满封存。八个心事都具足，二十一心，三身四智圆明，八大自在神变，常我不再变异，神通灵明广大，佛身非色非身，心事不可思议，众生看佛不可见，若体悟佛性真理，能明见佛身与道相应。第五十颂：皆称何以报应一同然，非因亦非果，谁祸福谁先，始终同一合，立则两俱全，欲达无生度，应当是本愿。分析三界作围城，何围城成为三界？众生贪爱六尘境，故果报也在三界。三界与围城非一非异，果报也同样非一非异，因果同时，难说谁因谁果，谁先谁后。从事上说是一合相，众缘和合；从理上说为事无尽，两都捐主。想要明达真如无生智慧，当要参禅明见真如本心。第五十一颂：如心一灯还，皆位于无常，漏时修因果，谁焉得久长？微吹通跑路，如云映电光，绕尽八万劫，终是落空光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六如比喻无常梦幻，众生依着有漏有烦恼的心事来修集因果，都是短暂不长的事情。微脆如泡露，如云影，如电光，短暂。纵使无色界非非想触天的天人，寿命长达八万大劫，也一样终归消亡。第五十二颂：往昔因称之迷生为是色，心一生安归，眼并见恐慌，已经虽无意，三人乃检查，了知明不是，常与百牛车。依着虚妄的嫉妒，面具直性，看不清绳子本质是麻绳。我见想成带直径，又颠倒想成独影镜，以为是蛇，心已所以生暗鬼，眼病白内障所以见空花。相同的一镜没错，三个人却是所见不同。明了这语言名字的不真实，才能与真理相应，乘法而行。第五十三颂：利他非自利，比家众远成，只写书无因，等来世乃明。明因功业变，万象即为生，
若真空舍，萧然取有情。依他起姓的五印生，以前六世等都没有自体性，必假众缘合可而成。如太阳下山，树木影子没了，灯光入室内，光明来了，黑暗走了。名字像是因众生共业，所见不同安立。三界万象是积聚细小微尘而有，若能体悟见闻觉知的功能，本如来藏妙功德性，四大真空色，则能逍遥无止地去除六尘情执。第五十四颂：相继明一前行，心中尽已忘，去来终莫见，欲莫永无方。只如愿成立，神通发心肠，正真翻了书，不非已尽量。在依他起性上，远离了遍计执性，法相即灭不分别，名字相也就浅除，心事无我消融后，境界相也随之消亡，相应真如法性，无来无去，缘与道断。因远离遍计执性，智慧证入圆成实性，依他起的五蕴身就如同法性身一样，正得真谛也了达殊谛，不需灭除五蕴身，只需当作度众的桥梁。回向偈：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持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